喝了一杯巧克力，出口全球46国。今天我们走进安徽，回访一位巧克力阳光玫瑰用户，了解一下巧克力在阳光玫瑰使用效果。哎，叔你好。好。啊，咱种这个阳光玫瑰多长时间了？3、4年了。啊，今年这个用了巧克力是吧？是的。啊，今年是为什么用这个巧克力？能说一下来吗？因为地质不管，地质优先。用这个巧克力不挡啊，嗯，然后今天在这个阳光玫瑰上用了哈，啊，对，能说一下用了这个巧克力在阳光玫瑰上这个具体效果吗？能，效果把这个地质赶回来了，这个果子就品质就好了。啊，我看用了这个巧克力，这个阳光玫瑰，我看这个个头啊，包括这个产量，包括这个品质都挺高哈。是的，今年咱这个阳光玫瑰。用巧克力用多少？用了4、5遍了。啊，这个树脂各方面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用的这个巧克力效果吗？树脂也显好树脂。咱用这个巧克力跟这个复合肥这个或者是大量元素这个区别吗？复合肥也不管，啊，这地不容。啊，然后用咱这个巧克力，这个相比复合肥的话，它能改善这个土质。对。啊，另外复合肥也是，它这个养分还是比较单一哈。是的。啊，咱只能做底肥用。嗯。这个巧克力咱是怎么用的？水冲的。啊，方便吗？感觉？方便。啊，融化也很快哈。啊，融化也快。咱这个复合肥的话，是不是挖下去有时候这个还有一些残留残渣？有渣。啊。感觉这个使用这个巧克力比复合肥的话，效果还要好一些哈。好一些，这个一冲干净的。啊，感谢对我们这个巧克力的这个支持。也聊了一下这个巧克力跟复合肥这个区别。好的。咱看这个巧克力这个营养元素，相比复合肥也要更加的全面哈。是的。我们可以跟着这个镜头看一下，用了这个巧克力的阳光玫瑰，产量是相当高。今天师傅正好在拖袋，看看这个品质情况，硕果累累呀。师傅，这一亩地的话，您预计能产到多少斤？7、8千斤吧。七八千斤的话，这属于一个高产出了哈。啊，对，就是。我看用这个巧克力，这个叶片也很浓郁哈。是的。师傅，感谢对巧克力的支持，祝您今年这个阳光玫瑰丰收高产。好嘞。一个好价格哈。好。中国的巧克力，世界的Cocoly。